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，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Spark 遥控器的两种对频方法。通过连接 DJI Go App 进行对频，开启遥控器电源和飞行器电源，移动设备连接遥控器 WiFi。长按智能飞行电池开关约三秒，听到滴一声后松开，此时飞行器机头指示灯呈红灯闪烁。打开 DJI Go App， 点击遥控器已连接按钮，选择遥控器，点击下方的遥控器对频，进入对频模式，遥控器会发出提示音开始对频。对频时，飞行器与遥控器距离建议在20厘米以内。当遥控器状态指示灯绿灯常亮，飞行器机头指示灯红灯常亮，表示对频成功。通过遥控器组合按键进行对频，开启遥控器电源和飞行器电源，长按智能飞行电池开关约三秒，听到滴一声后松开，此时飞行器机头指示灯呈红灯闪烁。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急停按钮功能按键和自定义功能按键并保持，直至遥控器发出提示音。松开按键，此时遥控器开始对频。对频时，飞行器与遥控器距离建议在20厘米以内。当遥控器状态指示灯绿灯常亮，飞行器机头指示灯红灯常亮，表示对频成功。如多次对频不成功，请联系 DJI 售后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